你搞的跟他吃了对吗？我搞的跟他吃了，所以说没主持发挥的他就赶紧的姑娘继续再唱下去，我要下班了，所以说你不能够说你不能够跟我说，我不会跟你说吗？压压吧对吧？对，这边又要唱了。你不要讲银杏，讲银杏是你的记忆有吗？没猜过，我主张跟其他人讲真的好听，现在讲银杏你还是写一条讲话的银杏配你对爱吧爱吧。你这摇得动不动呀？想哪里动啊？上班啊！我想讲无困去头房餐，他也过好啊。我想着钱比你爱赚，鬼没好困。你的爸妈，你敢会讲，爸妈你对我我是。想你的心，想你甲你的声，你的妈妈的感动，妈妈你对我有情。安排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《夜夜吧》，再次送给所有好朋友。感谢好朋友给你唱歌，给你开心的心。刚刚呢，刚唱过，咱就唱平安夜，不然这平安夜呢，真的是空欢欢。小陈啊，你莫遐搞话好无？你是要阮下班无？你即摆搞阮加班，我来讲哦。我即个算是下班时间，你都莫少讲话哦。迄日输无？谢谢。甲日输讲话嘛爱算钱呢。哎呦，啊你也别讲去甲迄泰国，迄泰国人妖翕相有无？嘛爱收钱啊。所以讲，我曼君下班啊，你也搁加讲，等你爱收费啊。伊爱可以，开开玩笑啦，我紧，那我们下。